眼线中感二选一，怎么画都没。眼线液啊，你要用这个笔尖的侧面去画它。画眼线笔啊，因为它是笔头是圆的，你会发现眼线笔这边画出来的感觉是雾雾的。哦，这边就是感觉是。对耶。变变穿的才四十二频道晚间九点，女人我最大，想时尚。